我们的十套设备在个弧形轨道上面运转，这是国内是首创的。第二个是两次空中转机，第三个就是这个空中的姿态的调整。这个4450块这个面板呢，有186种，要任何一个点、任何角度，我都能够调整。这个雾啊，这个泪水的这个情况下，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一些东西。我们现在是能够看到已知的脉冲星，能够看到这个蟹状星云啊，也能看到这个银河系里头的这个中性氢的气体啊，所以整个的光路是通的啊。但是当然它的这个灵敏度，就最终当我们把这个眼睛正式睁开的时候，能够看得比它更远。